们这样对吗？对，我们这样对就是大部分都是热情，看选手有多饿，有多饿，饿不是就是没有吃饱的那个饿，对，就是饥，就是渴望，工作也是渴望，对舞台的渴望，对我们这样饿，对对，然后还有看选手们是不是我们个人就是特别喜欢的那种 style， 就是那种特别燃、特别炸的那种，特别燃、特别炸的。对，我们这一组就应该选一个比他们强的对手吧。然后比他们更饿。我觉得，会想到以前练习生的时候，就每天都很残酷。这里比我练习生的时候还更残酷，每天都好像在发这个很恐怖的梦，叫什么梦？噩梦。对，每天都在发梦，真的发在做这个。OK， 3、2、1，好，每天都在做这个噩梦。那想再问一下鹿晗，就是因为这次好像是你第一次在那个社交网络上说到有点辛苦，这个辛苦主要是就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刚刚我说的那感觉，就自己就老了，觉得跟不上了，而在一起。再一点就是别再说老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感觉自己特别年轻，跟不上。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，有没有彼此看过对方的舞蹈，然后怎么评价？其实呢，我也别说从小了，就有一段时间之前就是在我学生的时候，我就看过伟霆哥跳舞。对，真的，我很喜欢他第一个单曲，歌也是我其中一个，就是我看到他，我也想成为一个唱跳歌手的一个榜样吧。我觉得鹿哥跟杰就不用说了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谢谢你，不是从小看我们，不是，没有，当然不是。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就开始看赵尔哥。不知道会不会牵扯到节目中会牵扯到一些可能有点评的一些环节，意思是我们点评其他人，对对对，点评我们，你们点评其他的，绝对有。那你的普通话现在过关了吗？请不要怀疑，这个跟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？就 OK 吗？就彼此，你觉得我 OK 吗？摸摸摸摸的分担呢？咱们这期情况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然后老师们跟媒体老师们打个招呼，然后我们合影一下，我去往那边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种感觉。希望你们喜欢鹿晗老师。对，谢谢。哦，贼棒！那个撤下椅子，再那个。